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孤野里的里长，也是社区理事长。大家好，我是后壁区抗争里的里长，我黄启明哈。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美雪，我是目前是鼎长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太子社区总干事，我姓苏。我是南子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，我是吕珍珍。我是山上区玉峰社区，我是郭杰。我是那个这永健区长李里长兼社区理事长。我是竹埔社区理事长周忠信。我是延平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姚继峰。我们是正修科技大学的学生，然后我们的队名是周辉来基础。我们来自桃园明传大学建筑系，然后我们的队名叫做明传老船长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中原大学的原生种子。我们的团队呢是由四个人组成的，分别有香港的，然后以及我，还有两位台南的同学。我们是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室内设计系，然后我们的队名是竹界。我们来自于水上乐园昆山科技大学，然后我们队名是鲑鱼返乡。我们是高分科技大学建筑系室内设计，那我们的队名叫做 ATLJ。 然后为什么是这个队名，就是取自他们四个人英文的开头。那为什么没有我呢？因为我是后面加的，就是这样。我们是来自嘉义大学的学生，我们队名是小蜜蜂嗡嗡嗡。是来自高院科技大学的学生，然后大家好，我们是正修科技大学的天竺鼠。我们是高院科技大学竹对比较容易独立独立。基地主要有一个三合院，破损的非常严重。这次就是最主要都是整理那个三合院而已，然后营造前面的绿地。因为结构上的考量，右边正身右边那一侧的房间也都拆掉，所以整个是连贯的一条线这样。那设施主要是树下。那边原本就有一个水泥的广场，那我们把它打掉，整个重做铺砖。整地之后，我们发现它的高层差我们可以拿来运用，所以我们后来就做了一个高低差的设计，然后利用一个坡度一个台度，把整个空间做出层次感。我们这个营造活动的大约后两个礼拜，其实面临了非常严重的，甚至有就是823的淹水时期。而这个淹水时期，就是它很不幸的把我们原本要保留的编竹夹硬墙它吹倒了。虽然那个编竹夹硬墙被吹倒，但是其实我们的计划依然就是有把地龙阿楚这件事情考虑进去。我们有请老师来上课啊，上了三次。在室外的反应比在室内的好，是因为在室外可以直截了当的解决居民的问题，所以他们参加的很踊跃。其实主要有里长，还有一个在地的一个阿伯，会常常来我们基地上，就是提供我们一些工法上的建议啊，或者是一些植栽上面的建议这样子。有一天他们里长请就是社区居民，就是全体动员来我们这边去帮忙种草皮啊，种植栽。比较大的困难应该就是我们队员之间对设计上面的没办法妥协，所以就有很多的争执，所以我们之后就采用另外一种方法，就以多数决
来决定我们的设计方向。那其他问题的话，可能像是周边邻居，他看到你在做的话，他们多多少少都会一些意见。那他们走过来跟你讲的时候，你就要表面上面的哦，跟他们说哦，好好好，我知道，我会听。可是实际上你不能完全都听他们的，因为每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。可是这个计划是我们，主要是我们在做，所以我们还是要主要以我们自己计划做下去。对，大家都是互相合作的关系，可是要抓到一个平衡点实在是蛮难的。对，然后还有，因为毕竟我是队长，所以管理团队也是一个让我学到蛮多的。就是我们的团队人又比其他团队都多，总共一次就是来12个人，所以就是那个量跟管理上面是有点难的。然后像是采购材料，然后还有一些实作的方面，学到了很多东西。可能像怎么砌红砖，或是怎么焊接，还是木材怎么接之类的，都还不太会。但是到这边之后，那这边的居民跟一些叔叔伯伯他们都会来，就是可能我们做到一半的时候，他们都会来跟我们说，这个东西怎么做才是对的，让我们就是能够顺利的完成我们的工程。感想的话，应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很多居民。他们从一开始就是直接走过去，或者是直接无视，到最后会开始跟我们热烈的活动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。因为在学校都是学就是比较就是课程的东西啊，然后就不会学到就是实际做的方面。像我们入口意向的名词字，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这样子。就是不像是在学校，就是跟老师在那边硬碰硬而已，就是真的要面对现实。我发现乡下的物价真的比较便宜，然后冰店也很便宜，然后豆花也很好吃，我觉得还蛮棒的。但是在都市都很贵，又小碗。对，那不管是理事长，或者社区的邻居妈妈，或者是里长也好，他们平常在我们日常施工时都会来关心我们，然后也会带一点小点心、小零食来给我们。那社区的小孩他们也会就跟我们一起来玩。那我自己其实因为小时候也有住在乡下的经验，所以我觉得这种生活是非常温馨的。就是你不会因为说是陌生人就是毫不问候，那这一点在都市是比较无法被体会到的。我觉得蛮特别的，就人际关系吧。像可能去基地旁边的店铺买东西，买到老板都跟老板认识。然后跟楼下的咸酥鸡店买到那个老板都认识我们，跟我们聊天就算了。然后还有一次跑去探班这样子，然后就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吧。如果硬要讲最大的收获，我觉得这个功法那些都是其次，我觉得人与人最大的相处才是最大的收获。对，收获很多啦，就是因为毕竟2个月，然后体验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生活啊，什么早上5点起来啊，然后第一次拿锄头啊，然后种草皮，然后真的是第一次开始这么的实体作业，还有跟里民互动啊，像平常也不会跟那么多阿公阿妈聊天，所以这2个月学到的东西很难就是这样直接讲出来啦，都是在心里面真的体会到了，然后反正就是总之一句话就是很棒。非常非常的感谢，讲咱吼明山大学建筑系这同学啦吼，真正因足辛苦的，啊拢啊这拢未输家己的迄个经营姿势啦吼，啊大家会当互相去关心，大家共同吼来拍拼吼，为咱家己的社区来做寡工课吼，啊做起来时当然，卖讲去感触良多啦，真正非常非常的好啦吼，明山大学吼你们是最棒的。感谢到昆山大学哈，咱这回的合作哈，啊，这些小朋友哈，因为有这届经验，啊，恁以后出社会，你若有碰到什么代志以后，哈，你也感觉讲啊，这了一个你的记忆，啊，嘛希望恁有时间到接等啊，咱高雅哈来佚佗，啊，这老人嘛足欢迎恁的，哈，啊，希望恁以后会当各有各啊大的空间。